你好，先生，需要点一首歌听吗？没上来呢，唱歌啥样？中听不中听的？多少钱一首？10块钱一首。你是这？你嫌我唱一首要成啥样？那行吧，那你要点什么歌呢？我不知道，你随意发挥，只要成那个。哦，随便唱一首是吧？对。那好吧，行。加班熬到了凌晨2点，空荡荡无人的大街，在回家之前点燃纸烟，心酸涌上来一瞬间。镜子里的人多么疲倦，再没有从前的笑脸，曾许过的愿，几个实现，都是为了生活，为了钱。遗憾没能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，遗憾没能活成父母期待的样子。现实开一枪，杀死理想，希望也抵不过失望。样子，遗憾却活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。尽管受了伤，也要坚强。有谁能够对谁体谅？唱的可以吗，先生？唱真不错。好。行，这个我找你10块钱啊。没事，要唱真不错。好，那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